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iking 机车资讯网，我是小山。雅马 MT09 其实在去年底，雅马正式发表新款的 MT09 之后呢，到现在一月初台湾三用非常快的脚步呢，就把它引进给台湾了所以对于喜欢 MT 车系的人，对于喜欢三缸动力的玩家来说呢，这应该会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台湾版的 MT09 跟国外的 MT09 呢，其实有点不一样而且这个不一样可能会影响到你未来实际购买它的欲望。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新款 MT09 它到底有哪些特色，然后台湾版呢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在外形上 ，MT09 这一次最大的改变就是它的头部变成了这个单眼 LED 的头灯那这个造型上也跟它过去的 MT 系列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整体车型上来讲。我觉得因为以它这种饱满有力的车身线条这个非常有魄力的油箱造型以及精简的尾部搭配上这个新的头灯组，其实这样子整个看下来我觉得是有符合它过去那个的 Dark Side of Japan 这样子的风格它是很有力很凶恶的这个部分呢，当然好不好看见仁见智，但是我觉得多一个新的选择也是不错的然后这一次推出呢，它总共有三个颜色，那舞台上所展示的跟 MT03 MT07 也都有的这个灰色配色呢，其实它是蛮符合它的主题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最好看的应该还是蓝色的配色，也比较有雅马哈的味道但没关系，配色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各自去选择那配备部分刚刚我们说的头灯变成了 LED 的鱼眼头灯，那方向灯以及这个 T 字型的尾灯也都是使用 LED 的灯具另外仪表也变成 3.5 寸的 TFT 全彩液晶仪表，那配备部分它的前叉呢是使用 41mm 倒立式前叉它是预载回弹压缩都可以调整的，后面的避震器呢则是中置单枪避震器，那制动系统前面是使用辐射式的对式卡钳搭配 298mm 的碟盘是双碟的配置，那后面呢则是单向单活塞卡钳跟 245mm 的碟盘的组合，那车体的整备重量这一次有做轻量化的工程让它的整备重量来到189公斤OK 那这是配备基本规格的部分，但是这一次改款最重要的呢是它的电控系统有所提升了因为它加入了跟 YZF R1 同等级的 IMU 六轴监控系统，所以呢它拥有更进阶的 TCS 循迹控制系统，也有 SCS 滑动控制系统跟 LIF 防辐举的系统，那另外呢也有 BC 自动控制系统，那同时呢还有进退档的快排以及弯道的 ABS 防锁死刹车系统所以这一些加起来呢它是会让它整个操控性变得更好的所以在车辆的操控性变好掌握度更高的情况之下，这台车应该会变得更好玩可是我们刚刚说的台湾版跟国外版本呢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的动力部分这一次新款的 MT09 呢那排气量有所提升，来到了890cc 最大马力跟最大扭力呢也都有提升了，但是这个指的是国外的版本因为我们台湾呢有一个独步全球领先全球很严格的验车法规所以为了要让它符合最新的环保法规，这次新款 MT09 它的最大马力台湾版本只有71匹最大扭力呢则是8.6公斤米，那这个对比国外之下扭力掉了1.多公斤米，那最大马力呢只是直接少了40多匹所以这个方面的变化我相信它一定会让它的实际动力表现性能表现跟国外的版本跟 MT09 它应该要有的表现有一段落差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毕竟 MT09 过去不管以它的定位来说或者是它的设计来讲，它是一台很棒的进阶级的红牌机种那现在动力掉下来以后，这个虽然我相信它实际在路上骑它的表现还是会是不错，它还是一台会有乐趣的车子，可是一定会少了很多本来我花钱买这台车所应该拥有的东西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蛮可惜的，但是我们也回到现实面来讲，台湾验车法规就是这样，你现在新车进来你要通过最新的七期环保，你要完全照法规走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 MT09 它开了第一枪符合法规，就跟过去几年前我们看1000W 85匹的动力一样这个东西它恐怕是未来台湾重车进来之后都会遇到的问题但实际骑起来到底跟全马力版本有多少落差呢这个未来如果有做媒体试驾会的话我们再来跟大家做仔细的分享。那今天因为是透过重车展的期间算是做一个快讯报道所以现场的收音可能会比较吵，讲的呢也没有办法那么的完整深入，尤其是动态的部分没有办法骑到不知道，但没关系，如果你喜欢 MT09 你对它有兴趣你想要了解它的话我们接下来只要是媒体试驾会或者是车子正式引入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试驾分享所以如果喜欢 MT9 喜欢看各式新车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是小三，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